呵呵，快起来吃点饭，啊！听话，啊！起来吃点饭。 小周老师，哎，穆书记，那边出村了。啊，哈，对，回家。哎哎，小周老师，哎，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像躲着我？啊，嗯，穆书记有事儿。有事儿也可以说是有事儿，要说没事儿呢，算不上个事儿。你说呗。有一句话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去看看赫赫。你说呢？ 还有一件事情，原本不想告诉你，但是还是告诉你了吧。那您说呗。赫赫怕是怀上了。 哥，你能不能把我娶了呀？
我真的很高兴啊。你没来看他的时候啊，哎，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，哎，你一来呢，脸上的乌云就散了，又是秧歌又是戏的。呵呵，呵呵呀，看上你了。来干一杯。穆书记，我们家，哎呦，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嘛，我都已经安排了。你跟和和就在我们家成亲，那西窑就是你们的新房，我也没有儿子，你就是我的儿子了。不是穆书记，我爸我妈还不知道呢，结婚这么大的事，我不能不跟我爸我妈商量一下。哎呦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婚姻自由嘛，更何况你跟和和的事情跟我商量了吗？我这不是也高高兴兴的吗？你们的事情我全包了，你们的父母肯定也一样会高高兴兴的嘛。来干一杯。麦狗起来了，你今天不上课了？你看看你最近还真的丢了魂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……你这两天怎么了？我就说呀，喂，喂，信号不好，喂，喂。去啊！你个死万顺，你从哪儿弄着钱了？哦，哦，行行行，那我们马上过去吧。过去我就掐死你！啊！我爸电话。你爸说在靖边又开油井，让咱们赶快过去呢。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钱。我不去啊，我得上课。行，你别去了，我去看看去。我看他在那儿在胡闹，我把他拽回来，咱们一块儿回温州。我温州也不去了，这地方挺好的，我就在这儿待着了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也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没有，没事。